据山东聊城高新区5月3日消息，5月1日中午12时20分，中化集团鲁西化工双氧水生产区爆炸着火事故火情全部扑灭后，经专业力量现场搜救，陆续又发现4名遇难人员。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，1人受伤，1人失联。目前正在有序开展现场处置和善后工作。